大概这口径是。哎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是草坪呀，我们成家了。哎，那手抖抖垮垮的吧，好点，丢不起了。那你供他个花，你跑这篮子都就丢不丢了。再搞试试。那个红人不吃，心人不点。那就是政府为了这个改善城区环境，做好这行动促进事。有你们几名干的办公室摆一下。山人有山人的民风，来自也是这样，他有他的民风。我觉得你是好人，能干你。那就是该做点什么。不管你是谁认识的人，还是啥人，马上就要搬进这个宽敞整洁的楼房了。请问你现在心里想些什么？我不要，我弄不出来的，咋不破了的？